连接手机。连接相机前，确保手机 WiFi 和蓝牙功能开启。点击相机电源键，开启相机。打开 Insta360 App， 等待浮窗弹出，或点击底部的相机图标进行连接。连接成功后，可以进行拍摄预览、参数调整、编辑、下载等操作。在 App 拍摄预览页，可进行拍摄前预览，滑动预览全景内容。滑动屏幕下方切换拍摄模式，还可以调节对应的拍摄参数。在相册页查看已拍摄的素材进行编辑。将相机储存卡中的拍摄文件下载至 App 本地相册。